我好像现在玩的是手游《无尽的边疆》，然后我有一只宠物可以升五星，秋秋，它可以升高等冠军。宠物诶，转世时开始成永久层数增加100，然后又是防护罩，基本速率、移动速度。所有士兵攻击距离加7%，移动速度加9%，又加攻击距离。然后，这个对敌方，这个应该也还是他自己嘛。战斗的呐喊，能实现40%。种族异动冷却时间减少。什么上一次没有？那 是我看漏了。哇，3分钟，最多只能减少1个小时。那就大概这样吧。种族异动，我看一下。共行者，只有3只有。然后找一下他哪个地方，青林高原一般，这边没有，应该没有看到吧？秋秋，突然忘记是哪一只，这只，34只16，一只，30只。支持3只4只了，4只，我是不是又看漏了？怎么又都没有了？哦哟，17只1 4只，这样才7、8，这样8只，还少3只哎。觉得我又看漏了。正常的话不需要这样找啊，直接点那个旗帜就好了。旗帜吗？星星旗，紫色的。哎嘿嘿，还少三。3只哎，哪去了？这个吗？32只5。哇，这样总共11只。OK，那就先这样。